飞机出游去，带上护照漫步云端，人手一本小绿绿，出国旅游免忧虑。台湾的护照到底有多照？我们出去的避风港很好用啊，在欧美国家是还不错啦。护照哔哔哔刷刷刷，台湾护照常被夸。根据网站统计，全球最好用护照排名由新加坡夺下冠军，有将近200个国家免签资格，其次是意大利、西班牙，台湾则以69.46分排名第69名，而前20名中只有新加坡、日本入列，台湾相较去年也进步一名。台湾的收入啊，还有台湾的社经地位来讲，在全球都是大多数国家是认同的，所以才会有那么好的分数啦。台湾获得国际认可，有100个国家免签入境，但魔王乔治亚2014年取消落地签证，全面改用电子签出入境。不过网站上没有台湾，拒绝我国申请签证。像我们就是线上申请完之后拿资本就可以直接进出，但他们还会需要就是在越南境内再换证。有超强护照的国家也不完全是自由小鸟，排行27的阿拉伯联合大公国，虽然多达131国免签，仍被阿富汗、黎巴嫩拒绝持照入境，就连第42名的美国，同样被北韩禁止持照入境。它前面那一大包，大多数你会发现都是一些欧美国家。那你只要是欧盟的成员，那你所拿到的免签待遇，大多数来讲都会是差不多。全球强国林立，欧美国家自成一局，亚洲各国要跻身百大，相当不易。这回台湾向前迈进，旅客出国更加便利。华视新闻杨子杨文上许廷伦桃园机场报道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颖彤。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